要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好，圣诞快乐。那大家都知道圣诞快乐是什么意思吧？如果不知道没关系，你待会看到表演你就明白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当中就一些人穿的衣服是奇装异服啊？待会你看了我们表演你就明白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要请我们教会的牧师永平牧师给我们做谢饭祷告。好，很高兴我们大家今天聚在这里哈。我们先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呢，我想有机会每个桌子人呢互相认识认识。我想今天晚上会是个很精彩的一个晚上，我们也很高兴这里边的大多数人我们见面都不认识，但是盼望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彼此都成为好朋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谢饭的祷告。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情，我给你简单这么讲，你眼睛闭一会儿，享受一下上帝的祝福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高朋满座。我们虽然以前彼此不认识，但是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聚在这里绝不是一个偶然，是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安排，要让我们彼此成为朋友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让我们和至高的神他所差遣的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苦海，让我们能够有平安喜乐的生活，这样一位大君王耶稣成为朋友。我们今天是和耶稣一起在这里吃饭，圣经上讲在天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，今天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。巴不得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彼此的聊天，我们一起吃饭，我们看演出，我们听唱诗，我们大家也一起来唱，一起来分享，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就把你的恩典你的福气临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身上，临在这里的每一个家庭身上。当我们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，我们也把这样的福气带给我们那里更多的朋友们，使我们人人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我们今天的饮食，我们求神也把你的恩典加在上面，让我们吃了以后我们的身体得着力量，我们的心里得到愉快。我们也为今天在这里来服务的教会的这些朋友们，这些弟兄姐妹们献上感谢。你看顾他们的劳累，你来真正把更好的恩典也加在他们的家庭里面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谢谢。下面我们大家就是一起放松，一起享受，然后呢每一桌呢也是互相有点时间相互了解一下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做游戏。好，下面请大家愉快的用餐。我们每个桌上面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基督徒，希望这个基督徒呢不要光顾着自己吃哈，要把客人照顾好。在吃饭之前呢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中国这个文字的优美啊，这在其他文字上是看不到的。大家都看看这个字是什么字啊？哦，从图片就看出来，对不对？待会我们要做练习。这个呢？啊？哎，这里有两个字。雄狮。Good， 雄狮，很好。这是每个女孩子都想做的，每个男孩子都想娶的。哎呀，看来女孩子声音比较洪亮啊，男孩子用点心啊，你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没关系，这里有一个是，如果是你想做的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坏小孩。哇，看来这边。第几桌？哦，第三桌的智商比较高一点，其他桌的发的要后来者居上。不，您只给第三桌的人看。哦，这哦。我们看不到。好，第一桌看一下。哦，很好，第一桌是后来者居上。好，看看这个字。好像那个字不是飞，对，雄鹰翱翔，很好。这
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。哇，你们都太棒了，看我今天所准备的这个游戏太简单了。好，请每一桌派一个代表上来拿一张纸，我们要看哪一桌最先完成。这个上面是写成语，根据图片写成语。每一桌派个代表上来拿一张纸，还有纸片，要看谁先完成。你们有这个回家吗？没有。